真的会重逢吗？啦啦啦啦啦啦，呼。其实我明白，结局是分开，保留一丝的期待，是我的不该。我也能释怀，躲进了人海，谁都能把谁替代，我也不例外。删了拨不通的电话，对所有人装聋作哑，假装我没多么豁达，显得我没有那么傻。思念久了真的会重复吗？那天我还要你起走开吗？分不清我放下了还是没放下，大概也说不出来话。念念不忘真的有回响吗？我会看到梦里的场景吗？分不清眼前的你是真是假，重逢到底是奖励还是惩罚。对所有人装聋作哑，假装我没多么豁达，显得我没有那么傻。思念久了真的会重复吗？那天我还要你起走开吗？分不清我放下了还是没放下，大概也说不出来话。念念不忘真的有回响吗？我会看到梦里的场景吗？分不清眼前的你是真是假，重逢到底是奖励还是惩罚？